这楼都看你来养的吗？来一起走，奶奶呀，有客人来专门点你呀！真的呀，我马上去啊，看看你高兴的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好啊，你个死鬼啊！又敢给我来，给我回去！ 客官这次我来是对了，绝对不会查的。不对，好好试试。这边请。那给我安排好啊。倒是上乘的货。来了，来这边。来。哎。哎呦。哎，这边请吧。爹。别冲了，咱们回家吧，回家吧，爹。快走，走。 清末民初，鸦片泛滥，烟馆林立，百姓为之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，苦不堪言。大宗师严石崇因追查鸦片走私遇害，传闻凶手就是私贩鸦片的南拳掌门韦振宏。江湖众人群情激愤，誓要找出失踪的韦振宏。 让其血债血偿。关中翠塔侠。 铁砂掌一招万力，还有江南的销魂兽王美人，哎呦 my god， 无人能敌，昆仑拳64变化，没错，这些顶尖高手退隐后，都来到这天下第一街——猪油街。哇，终于来到猪油街了啊！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对不起啊，大侠。只要我打败他们的话。 那我就是这条猪油街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么我，抱歉啊，只要打败这些高手，那就是我在这里扬名立万的第一步。哇！ 乞丐都是高手啊！这些都是皮毛，想不想挑战关中翠大侠？当然了，曼妮，还慢什么等不了？哎呀，就是钱的意思。早说嘛，来，come on，这边。哦，哎，到了。不会吧？我要你带我去关中铁砂掌哦，你带我来洗衣店干嘛？ 请看这里，专业铁砂掌。Come on。衣服是放的，叫梁文。是我，崔叔。又来干什么，狗天宝？别叫我狗天宝，我叫狗吉历史。又来一个挑战，你慢点。
前辈，晚辈刘远麻讨教了。别急，等会儿。哎，翠叔，翠叔，翠叔，哎，咱们老规矩，四六分。打完就滚啊，别耽误我忙事。啊，好好，是。来吧。谢前辈。Oh my god！ 这个月都第四个了，记得给俺结账。哎，得嘞，不耽误你忙事业了。什么年代，练什么功夫，踢什么馆？哎，普通了吧？我没事了，那就好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看猪油街是又破又脏，这里全是武林高手。看看他啊，多壮实！对呀，啊，注意安全。嗯，佩服。我告诉你，猪油街的武林高手这一辈子都找不到。不，看到没有？你别看他走路是一瘸一拐的，他的旋风腿，想当年那是扫遍中国武林高手啊，让中国武林高手那是闻风丧胆。我告诉你，前辈，晚辈刘远拔特来讨教了。讨什么讨？待会我又忘了，我老婆叫我打打打，那就来吧。打叫什么呢？怎么样？还有别家，要不要去试试？当然啊，继续。这个王美人果然名不虚传啊。你别看她长得漂亮，她要是狠起来 ，Oh my god！ 美人前辈，闭嘴！要吃馄饨就给老娘做好。其实我呢，要香菜，要不要葱？葱来一点，香菜就免了。不，其实我是来挑战的。我挑你奶奶个大麻花，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前辈。三招，喂，前辈，真的不多，三招而已啊，要不一招吧？你要是能接得住我半招，我叫你祖宗！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，馄饨还要不要了？他不要加香菜。吃啊？怎么不吃啊？我说了不吃香菜的吗？这胜败乃临家常事。你想出人头地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。我不是为了出人头地，我是为了找师傅的。你师傅是谁啊？魏振宏。是魏振宏的徒弟。嗯，那你师父来广州要干什么，知道吗？我说你弹的这是什么呀，跟死了爹娘似的，哼，给老娘滚。姐姐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人来找魏振宏。
先把人留着。嗯。姐姐她说。也就是说，半年前你师父在广州失踪了。你来到猪油街挑战各位高手，希望打出点名气，然后让魏仲宏来找你。没错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刚来广州也没地方住，就住我家，房租我给你优惠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那就打个六折吧，正所谓那个六六大顺嘛。看这边，这就是我家了。哦，哎，来吧，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我投资开了一家西洋博物馆，准备赚点小钱。哦，你看，全是西洋货。哇，这个，哎，别动。哦，这是让你 look look， 没让你随便摸。上楼。啊，好。随便看啊，免费参观。哇，真大啊。哎呀，累死了，喝口水。先父霹雳火之灵位，原来你是武林盟主霹雳火的后人啊。劈什么劈，土不土，什么年代了，你看看现在广州还有几家武馆呢。哎，大好的武林人士怎么会沦落至此呢？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再好的武功在洋人面前那就跟耍猴戏一样。洋人现在掌握着高新的工业技术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学的。没想到时代已经变化成这样，师父武功盖世，来到广州也一定会很惊讶的吧。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最近广州可不太平，你可别到处乱走。还有啊，哎，哎，人呢？那个，就是新来的歌女。是啊，但她不跟任何人说话。可真奇怪。哟，小姑奶奶，小姑奶奶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洋山赫莱德来了，晚上让你去茶楼陪客，知道不？今天的洋山赫莱德先生是我们贵客中的贵客，千万不可出什么差错。人都嘱咐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大人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了不让你来了吗？这不想你了吗？看你来了。哎呀，你赶紧走吧，要是再被老鸨抓住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我怕他干啥？我看我媳妇咋了？等我有了钱，把你赎回家去，天天看。茉莉。哎。吴大人派人来接你了。啊，来了来了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啊啊！吴大人，赫莱德先生大驾光临，全广州城上下无不欢迎啊啊！贺先生，请。请。这里的街坊们个个都身手不凡，再这么挑战，还没见到师傅就先见到阎王爷了。广州城这么大，到底怎样才能找到师傅呢？ Mr. Harold, nice to meet you. 嗯，
你会说英文？嗯，我从小跟父亲跑洋船，自然会懂得一些啊。吴大人，你真是有心了，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。赫莱德先生，今后他就是你的人了，你什么时候叫，他什么时候到。赫莱德先生为广州带来了最新的工业技术，还在这儿进行贸易往来，我们俩的合作一定会越来越好，锦上添花。我的困难，吴大人，你也很清楚。赫莱德先生，请放心，明天，威震红将会在码头准时与你会面，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这一次是确保万无一失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抓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不客气。对了，那些人为什么会追你啊？他们欺负百姓，我看不惯就出手了。哦，原来姑娘也是侠义之人，让在下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告辞。那不行，万一他们追回来怎么办？我到了，今天多谢相助。没那么巧吧？你也住猪油街啊？你也住猪油街？嗯，就那个什么什么博物馆那边，今天刚搬来的。我叫刘远拔，还未请教姑娘。我叫严双。哦，严姑娘，那咱们以后就是街坊了啊，多多照顾啊。晚安。英雄救美不应该是这个待遇吧？这儿来了，不好！严姑娘，你怎么会跟那个叛徒威震红的徒弟在一起啊？茶楼出了点事。明天咱们就杀到码头，让威震红血债血偿。对，让他血债血偿。快点干什么？装听不到是吧？快点！
你们干什么？先生的大名，请，请，快点，快点！赫莱德先生，货都准备好了吗？有我这批上等的好货，相信韦老板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红火。好的，那就先谢谢了。赫莱德先生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一错再错了，你抓起来，师傅，师傅，周青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把赫莱德先生关押起来！吴大人，赫莱德在码头与威振宏交易鸦片。放屁！赫莱德先生是来广州投资办厂的，你把他关押起来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啊！你马上把他给我放出来，放出来！那截获的那批鸦片呢？我来处理。周青年，你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，有些事情就不需要我提醒你了。去吧。下官明白。你可以走了，出去吧。没事吧？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跟你吵架了。放开我！想出去就配合一点。有什么我们回家再谈好不好？到这儿了，不用再装了。哦，我。各位前辈啊，
我知道呢，你们每一位心里面都应该有很多话要问，对吧？我可否借一句说话？师弟啊，嗯，当初我下山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，你是哭着嚷着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啊，想不到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啊，要不是在码头喊我一句，师兄哪敢认你啊。嗯，我也没想过师兄你那么有出息，当上官了啊。哎，混口饭吃罢了。只不过呢，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师父怎么会跑去卖鸦片？师弟啊，你来到广州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武功没用，有了枪，人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力量。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师父会走上了歧途。我们这些习武之人早已被这个时代淘汰了，所以师父才会贩卖鸦片。可是师兄，你为什么不去阻止师父呢？师父被这个花花世界侵蚀得太深，我们已经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，不能再回头了。周启年是你的师兄，韦振宏还是你们的师父，有什么师父就有什么徒弟。韦振宏贩卖鸦片，还杀了大宗师严石崇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？他把我从小抚养长大，我很熟悉他的为人，他不是这样的。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的，前辈。你明知道我要杀你师父，为什么还要救我？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而且我想和你们一起查个水落石出，可以吗？I will miss you. 所以在风月楼那天晚上，我师父不仅杀了人，还藏了那些偷偷运过来的鸦片，对吗？没错，就是你师父。严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要告诉你们赫莱德运来的这批鸦片的线索。赫莱德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鸦片也被查封了。吴大人早就把他放了，现在那批鸦片就在赫莱德的住处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？莫里他爸当年就是因为吸上鸦片，将莫里卖进了风月楼，要不然我们早就成亲了。因为我痛恨鸦片，你们能不能毁掉这批鸦片？
为民除害真是大快人心啊，难怪我师父经常说侠之大者应当为国为民。严姑娘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今天我才明白，我自小习武，为的就是像今天铲奸除恶，真痛快。诸游皆欢迎大义之人，但如果你别有所图，我们也绝不留情。嗯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仓库的货真的烧没了。你应该感到庆幸的是，那就是一小部分，我们俩的货安然无恙。这次我损失不小，咱俩的货改成二八分。我要的东西什么时候从国外运过来？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朝廷征用这猪油街开设西医馆，每户每人领五两银子作为补贴。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在合同上签字画押，排队领钱。五两银子就想买走我们的家，是谁妄想？对。乡亲们听我说，只要在咱们猪油街建设几个西医馆，那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嘛。只要给咱们再加点钱，我觉得这事儿就能干。狗天宝，你个叛徒！猪油街失落，失落，猪油街是为了大家好啊！去死吧你！站住！安静！安静！我看不如就由你先带头签了这份迁徙令，怎么样？狗天宝，你要是敢签，俺就一掌拍死你。都给我走开，安静，安静。为什么突然要搬走？一定有问题。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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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配合，那就休怪本官无情。动手！开枪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住手！都住手！你好大胆，你敢挟持朝廷命官，残害百姓，你还算朝廷命官吗？远拔，远拔，你放开吴大人！远拔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吴大人！把枪放下，都把枪放下！远拔，我向你保证，乡亲们都会没事的，你放了吴大人。大人，杀！给我杀！刁民！大人，杀呀！大人，刁民！海德的府邸昨晚突然失火。什么？着火？那我立即押。
刁民给我处理好了。你是说赫莱德仓库的那批货是你们烧的？没错，我一听小茉莉说赫莱德那边有批鸦片，所以我跟严霜就赶过去，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。好样的。纪年，你师弟果然和你一样为人正直，有大侠之风。当然了，大嫂，我可是师兄带大的嘛。你火烧鸦片乃是大义之举，我真为你感到高兴。哎，不过我告诉你的臭小子啊，以后做事不许这么冲动。哦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武功解决的，你现在毕竟是个平民百姓。哦，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你过来找我，师兄替你想办法。哎，知道了师兄。嗯，只不过今天吴大人……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今日吴大人之事我会想办法替你处理好。谢谢师兄，那大嫂我先走了。他真像你刚来广州的时候，那时候……新娘的，又是你搞的鬼，我弄死你！还想去抢劫？你想得美哦！卑鄙小人，你害死我！消停点吧，有什么跟警察说去。走。喂，哎，对，我要报案啊，有三个人要去抢劫金店的，已经被我制服了。是，你们快点过来啊。啊，你害死我。消停点吧，有什么跟警察说去。走。喂，哎，对，我要报案，有人要去抢劫金店的，已经被我制服了。是，你们快点过来啊。啊，你害死我！消停点吧。还是很疼吗？哎，好点了。哎，来，叔，喝药。啊，哎，来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些西药疗伤啊，还有这个是安神香。听说可以缓解那个疼痛的。你们还是不相信我？哎，不是信不过你啊，只是我们当初那么提防你，你反而为了我们挺身而出。这是啊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们就遭大难了。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。俺现在相信，这小子跟他的师傅绝对不是一伙的。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猪油街的一员了。欢迎你，欢迎啊，欢迎，欢迎加入猪油街，欢迎加入猪油街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刚才那么多人表扬我，为什么你没有嘞？
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。嗯，那如果你师父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怎么做？嗯，哎，这药煎好了啊。哎，喝药了啊。哎，狗天宝，你这个叛徒，苏留杰的师父。狗兄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？进去坐吧，外面风大。你现在是猪油街的英雄了，我是狗熊，我是叛徒。我崇洋媚外。其实你这样做是想帮猪油街的街坊，我是明白的。你不明白。如果当年能及时的找到一家西医馆，我把霹雳火也就不会死。我就是想开几家西医馆。有错吗？没有错。学习洋人的长处没有错，只不过咱们也不能忘本吧。你懂什么？我就是不懂。猪油街满满都是高手，他们偏偏不相信武艺，还怀疑自己一身武艺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武术，他们相信技术。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，我信。不仅是武术，我相信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会比洋人的差。我弄了一些西药给大家疗伤的，还有这个叫安神香的，听说可以缓解疼痛的。这怎么了？你可算醒了啊！上次的事啊，多亏了你啊！这可是我腌了八年的鱼干，嘿嘿，送给你补补身子。这是俺家腌了几年的咸菜啊，还有我采的鸡蛋，我的蛋，假的。那怎么好意思？还有波仔玩了九年的小木马都送给你了。啊，波仔，你不是才七岁吗？我爸爸也玩了两年。哦，是是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嘿，你还瞧不上我的鸭子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鸭能生蛋，蛋能生鸭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是我们全猪油街最大的鸭王了。这样你还不高兴啊？能当鸭王当然高兴了，只不过呢，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什么不情之请？能教我一丁点功夫吗？哎，说嘛，说嘛，可以啊。这铁砂掌啊，讲究的是削杂劈胯、铲挑刁钻，而基本功最为重要。
你要想练成铁砂掌，第一步嘛，就是让我帮你洗完这一大堆的衣服吗？小子，我现在教你的可是铁砂掌绝学，能不能学到就看你自己的问题了。洗衣服能练成铁砂掌，练谁？起来。喂，你干嘛？过来，听我口诀。销魂手讲究的是阴阳调和，血落无化血，气沉丹田，左转一，左转半，左旋右旋天地旋，左踏右空平地旋，左手阴阳为上旋，右踏左空不为旋。哎哈！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哇，右转一，右转半，左右转一不为一，腾空拳脚为太一。啊哈！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别瞎说，我给你做个媒，是不是找打？没，袁姑娘。哎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叔，几天没见，让我婶儿又给榨干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狗急流水。波仔，你太调皮了，你知道吗？叔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刘远巴给的安神香还有吗？这几天晚上睡不好觉，白天没精神。还有吗？再给我点儿安神香。大人。夫人，该吃药了。你每日差事如此忙碌，就不必为我担忧了。你放心，小翠每日都有为我服药。这西药虽见效，可是夜里总是睡得不安稳。小翠啊，去把安神香点上。是。来，夫人。七年。这安神香里到底是什么呀？为什么我最近总是越来越离不开它了？谁呀？狗天宝，别闹！愿意这样吗？啊！
还不是刘元八，还不是刘元八害的。刘元八，都是那臭小子送的安神香。什么安神香啊？那就是鸦片。我们发现的时候，早就已经上瘾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但我相信一定有误会。杀了你个奸细！我有我师父的下落了。茉莉，茉莉，茉莉，你这怎么了？谁干的？茉莉，这，茉莉，茉莉，茉莉。你们怎么抽上？你们怎么抽上了南一？你怎么来了？叔，严小天和刘远八都被周启年抓起来了，你们得去救他呀，叔。别再提什么刘远八了，要不是他的安神香，我们也不会变成这样。不是刘远吧，是周启年干的，叔。这人是魏正红的奸细。是。他是被冤枉的，我们得去救他呀，婶儿。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救什么人呢？你们都是猪油界顶尖的高手。我不找你们找谁去啊？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他们吧，求求你们。
别在那丢人现眼了。三个功夫不成器。好，你们不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这什么破烟嘴？世界侵蚀得太深，几年，师父，你莫要一错再错了。师弟，师弟，我这里有些西药，你带回去分给那些受了枪伤的乡亲们。这两盒是安神香，你让乡亲们点燃它，有助于消炎止痛，还有夜晚助眠的作用。那我先去给他们送药了。难道真的是师兄干的？是我。师弟，安神香里面的鸦片是你放进去的吗？是我，朱佑阶高手众多。如若我不拿鸦片控制他们，我如何能得到那块地啊？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朱佑阶啊？朱佑阶靠近码头，朱佑阶是开大烟馆的上乘之地。鸦片害人无数，你这是在残害百姓！住嘴！害人的是鸦片，与我何干？师兄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变的不是我，是我更早的看清了这个世界。功夫已经没有用了，想出人头地，做人上人，你就必须有钱，有枪，有势。那师父呢？师父是不是也跟你一样？师父，喂，你别走啊！师父的事还没说完呢。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了。别在那丢人现眼了，但你的功夫不成器。不明白，我就是不懂。朱由监满满都是高手，他们偏偏不相信我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师父，他们相信技术。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，我信。不仅是武术，我相信中国人的东西绝对不会比洋人的差。孩儿不孝，一直赶不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，喜欢洋人的科学技术。如今洋人用鸦片害我同胞，
怎么来的是你这个狗东西？你杀我妻子，害我同胞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就凭你，我处心积虑设下的局，等的可不是你这个渣子。师父，等的不就是我吗？好，师父，您终于来了。畜生，不许叫我师父，没有你这样欺师灭祖的徒弟。动手！师父，师父您忍耐一下啊。把燕姑娘给我叫过来，我有话跟她说。燕姑娘，我师父他有些话要跟你说。师父，燕姑娘来了。姑娘，你的父亲不是我杀的，可是你父亲的死却是因我而起。韦振宏，已经设下圈套，私吞鸦片，杀我弟子。严师兄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干什么？师父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别再一意孤行。可是鸦片都是你运走的，这是我的货，当然是我运走的。一起堕落到如此地步，这不叫堕落，这叫适者生存。师父，只要我现在杀了你，
在昭告天下民众是你犯阉，今后你就是真正的鸦片犯，而我则会加官进爵，万民拥戴。以后谁还会相信你这个死人呢？畜生！一天跟我商议，让我假扮卖鸦片的商人与洋人交易，从而能够得到他们藏匿鸦片的地点，然后让朱祁镇上报朝廷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可是万万没有，没有。周启年私藏鸦片，杀了我爹，还将所有罪名都栽赃给了你。是我教徒无方，让他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我身为师父，难道其责吗？师父，前辈。好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师父，您慢慢说。烧鸦片，杀奸贼，南拳不可丢，中国人的旗舰不可丢。师父，师父，前辈，师父。姐妹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你现在去找他，就是去送死。就算我去送死，我也要去找他。刘远吧，你师父为了救你，把命都搭进去了。你这样白白去送死，对得起他吗？走开！走开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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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别站着！走！快走！孩子，孩子，走！听见没有？走啊！都死了！你啊，走！侵犯刘远拔、严霜，杀害朝廷命官，越狱潜逃，你等知情不报，私藏逃犯，还不知悔改，故令所有猪油街居民逐出广州城，永不得入内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不让我们回来？凭什么不让我们待在这儿？凭什么？想不到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收了整条猪油街，我们的计划终于可以开始了。那既然两大船货已经到了，那我们……啊，对了，赫莱德先生，我夫人的药以后就不需要您来提供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的利润也得重新划分一下了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是在为你赎罪。夫人，你这是在说什么呢？元霸他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如若没有安神香，你岂能夜夜入睡啊？我认识的周七年，是一个为国为民、大仁大义的好官。可如今你为何会变成这样？做好官，我也想做个好官。可是做好官，只能让你跟着我爱苦受穷。仁义不能当饭吃啊，夫人。只有掌握了权和钱，我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夫人。夫人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走吧。起床了。这里是我爹在乡下的一些置业，我让狗天宝把乡亲们也带来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是我闯的祸，我会面对。叛徒，您还敢来？前辈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！二姐，要不是让你用鸦片陷害，你挨了我这几掌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老婆孩子都不认我了。各位前辈们，你们先听我说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周启年。远吧，他也是被骗的。就算知道了这些又怎么样？我们现在都沾上了大烟，已经变成了等死的废人，还能干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不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师父他忍辱负重，哪怕被人家骂杀人犯、鸦片贩子，他都在所不辞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销毁鸦片啊！现在他不在了，那销毁鸦片、除奸贼的重任就只能靠我们了。我知道，是我害你们染上毒瘾的。
让你们戒除毒瘾，我责无旁贷。我刘远八向大家保证，一定可以帮助大家除掉毒瘾。你永远都是个大英雄。所以你要尽快想出方法让男人知道大片是打不倒我们。你说的没错，必须振作，我不能倒下。放开我！
是什么功夫啊？好厉害！哦，这套拳法是集百家街坊的绝学自创而成的。听街坊们说，练完之后，个个都能凝神贯注，有对抗心魔的作用。有名字吗？这套拳法是以吞和吐来运力的，那不如就叫吞吐拳。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小姐，咱们家吃的不多了。卖了它。这不行。听我的，卖了它。小姐，这是你爸给你留的唯一信物，绝对不行。狗天宝，你听我说，如果我爹还在的话，为了猪油街百姓的命，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。我去秘密侦查过了，现在猪油街多了好几家西医诊所，其实就是他们的地下鸦片馆。敢在我们猪油街开设鸦片馆，看我不砸烂他们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办吧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兵分两路，成犄角之势，攻其不备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在侧面杀入，正面进攻，最后直捣黄龙。哪怕同归于尽，也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杀身成仁，血战到底。怎么了？你不去了？好，好像是是吧？就你们这些大烟瘾，能打得过吗？大烟瘾？我呸！嘿，我们早就戒了。现如今，我们就想去找那狗官去报仇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？是。对对，我们要回家。对，我们要回家打狗官，烧鸦片。报家园，对，报家园，家园，对。猪油街那帮刁民全杀回来了，他们正在砸西医馆。知道了。冲冲冲！都给俺听好了，以后谁要是再敢抽鸦片，早晚他娘的见阎王爷！小姐，这些鸦片怎么办？全部销毁。
Hunt!
是我害死了夫人。师弟，我好羡慕你，你还能坚持我们儿时的梦想。我们现在不一样，一切都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我找了好久了，夫人，你身怀六甲，就别天天来陪我练武了。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喜欢陪着你。你就是刘远吧？
我就是。叫什么名字？我来自海丰，我叫彭湃。你为何学武？为锄强扶弱学武，为中华崛起学武。